史怀哲，护生。1952年，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，德国著名医学家史怀哲，他从小就非常善良，不忍杀生。朋友如果找他一起去钓鱼，他总是拒绝不肯的。哎，还在看书啊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不如我们一起去河边钓鱼怎么样？我不去的，鱼儿在河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，我们用鱼钩去钓它们实在太残忍了。啊？哎，你呀，还是那个老样子，悲天悯人的。算了，那我就自己去了。我劝你也别钓了，要知道动物也都是有生命的，我们也应该要尊重每一个生命。史怀哲于1913年前往非洲，在蛮荒丛林中行医达50余年。在非洲的第一年，史怀哲面对人类的苦难和内心的煎熬，几乎令他退却。那么多自然与人为的灾难，使整个非洲大陆几乎看不见一丝光明，这令史怀哲十分颓丧，与人类苦难的无穷无尽和个人力量的微不足道。史怀哲常常会因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是那么少而感到沮丧。有一天下午，他心情非常沉闷，于是就到医院外面附近空旷的原野上散步，来化解心中的烦闷。整个非洲几乎看不见一丝希望，人类的痛苦真是无有止境，我个人的力量真是太微不足道了。哈哈，来抓我，来抓我，你抓不到我的，我比猎豹跑得还快哦，别吹牛了，给我抓住你。在夕阳穿过树叶洒下一地金色光影的时候，他看到两个黑人小孩在一块玩耍，他们在阳光下跳舞嬉戏，全然不知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悲苦与不幸，全然不知饥饿和痛苦就在他们身旁，会随时吞噬他们。你看那朵白云好像大狮子，嗯，你看那朵就像一棵树。哦，原来人的心灵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自由和幸福的，就像这两个黑人小孩，周遭围绕着那么多不幸，他们却能在夕阳下面尽情开怀。从那以后，这位忧心忡忡的史怀哲医生一下子平静了下来，也因为非洲的种种经历，让他更体悟出尊重生命的理念。生命都是平等的，所以他每天睡前一定要为所有生物祷告，才能安心入睡。希望人们和世上所有的动物都能平等对待，没有杀戮，没有伤害。早安。早安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看你神色不太高兴啊。哎，刚才看到有人用一匹小马拉了一车满满的木头，觉得有些不忍。你说那个马夫的心实在太狠了吧？你呀，还是这样慈悲。其实那个马夫人挺不错的，也经常帮助别人。嗯，我觉得真正的爱是要能够拥抱并接纳所有生命，而不是只将爱心局限于人类。嗯，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嗯，来，到我屋里喝杯果汁，咱俩好好聊聊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情要处理呢。嗯。那我就跟别的朋友一起分享这美味的果汁了。别的朋友？是是啊，这些小蚂蚁也是我的朋友。看看小蚂蚁正吃着这美味可口的果汁，它们可高兴了呢。哎呀，你别动啊，你领口上有只大蚂蚁，
我帮你把它捏下来。小心啊，那可是我的蚂蚁朋友啊。你这样捏它很容易把它给捏死的，还是让我来吧。你可真是有上帝一样的慈悲心肠啊。我们对这世上的一切生命都应该保持敬畏的态度，不仅对人的生命，而是对一切生物和动物的生命都应该有敬畏心的。释怀者之所以受人尊敬，是在于他把作为人道主义的爱和悲怜敞开给了我们周围所有的生命。他有着一颗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之心，这正是与古今中外一切圣者一样共同的特征。我的生命对我来说充满了意义，我身旁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。如果我要别人尊重我的生命，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。慈悲心如果仅限于人与人之间，这是非常狭隘的。我们应该要有无界限的慈悲心，包括对待动物也要有一视同仁的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